吃官饭的。您啊，嗯，啊，以前吃官饭的呢，在单位上班哈。公务员。您啊，嗯，哦，你还公务员啊？在什么地方啊？公安局。公安局的呀。嗯，在北京胡同遇见了这位98岁的北京老爷子。老爷子看着不起眼，没想到在公安系统工作，退休呢享受公务员的待遇。98岁了，头脑清晰，说解放前还拉过洋车。咱们听听老爷子的精彩故事吧。还小，80多岁，八十几了，您？八十几了，老爷子？哦，像八十几的。您啊，88。再加10个手指头。啊，再加10个手指头，98。老爷子，哎，98了您都，这马上奔100了。你别给我写了上头，我这已经上头条了，别给我上头条，您得上这。老爷子，嘿，难得，难得这岁数。谁都是这老头子啊。这条胡同照您这岁数上下差2-3岁得不少呢。这条胡同啊，上不就这片儿？这片儿啊。要上100的啊！刚才那多罗老头跟老头差1岁，刚才过去这个，往那边走那个。嘿，你看这身体多棒啊！他关键还能开车。那老头就是一样喘，是吧？啊，待会你要采访公园，公园他老在那儿坐着。对，赶紧还过去这个哈，一进口就是一进口那椅子。对对，那他敞，天天那儿包了。承包哈，晚上也是他，下午黑白天都是他。这老爷子，这多棒，98，你想想，好家伙，他关键还能满处走。您这怎么保养的呀？这怎么保养？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，我们也想活98去。抽喝就行，是吧？抽吗？抽，这不是烟。喝吗？喝。啊，抽喝现在全都有。你没有带着呢吗？嘿，你看看这，看来这个抽喝不影响长寿是吧？北京的老玩意儿，他们说不是抽烟影响长寿吗？没事儿。你这从有人那天就有卖烟的啊，对，叶子烟，大锅子啊，你就抽，你想想抽的都几百年了，千年了也没事儿哈，抽烟。老爷子烟泡抽吗？不提倡。烟泡抽吗？这个有毒的东西不沾是吧？这没毒。不是那个是那个有确实有毒那个。有毒的不能沾。可是那还治病吗？治什么什么病啊？老爷子以前是做什么的呀？您瞅我干。我这哪儿瞅出来呀？年轻时候干什么工作的呀？啊？吃官饭。您啊？嗯。哦，以前吃官饭的呢。在单位上班哈，公务员。您啊，嗯，哦，你还公务员啊？在什么地方啊？公安局。公安局的啊？嗯，哎呦，真厉害您！哦，从公安局退的休。局长都派下好几个了啊！这都局长都跑不见了。局长都走了。全他妈走了。局长，区长。哦，以前这公安系统的啊。老爷这。到时候咱问问老爷子，您是公安系统的呀？我是常年的公安局，北京市治安处的。你哎呦，治安处厉害。那会儿那个治安处很重要一部门。俩处长都没了。都没了。二流。俩处长都姓刘。他们走的时候也岁数不大吧？不知道，就离开那儿了。这工作太大了，这地方大。管理的东西太多了，一直都就在公安系统。不，后来要不行了。后来去什么了？上街道了。哦，上街道了啊？是咱们这街道吗？对，就这个小城口这儿。这街道。哦，街道主任嘛，后来您是？什么都不是，老百姓。您这应该当个主任啊。主任，算老炮了吧？他可不是吧？他得送走多少人了？嗯，是不是老爷子？这头都全部瞅不见了，都瞅不见了啊！对，老爷子这月该过生日了吧？7月，您过阴历过阳历？过阴历。哦，啊，对，一般都过阴历是吧？您7月份的生日啊？8月份。8月份的。咱北京讲过中秋节啊，
一直就讲究过阴历嘛。嗯，天心，那您过完生日是不是九十九了？过完生日就是长一岁呗。啊，九十九了就。九十九，在这社会人在瞎穷鸟。瞎穷鸟，九十九瞎穷鸟。这怎么？那您这个家里应该四世同堂了。五世同堂了吧？你五世倒没有，四世同堂是祖宗。重孙子都挺大的了，应该。像您孩子多吗？多。您几个呀？旧社会出来的人，你想能不多？旧社会长大的。您经历了旧社会哈？嗯，三朝。三朝，那您要是九十多的话呢？那您那会儿，那会儿也不小了，旧社会时候，二十岁了也得吧？旧社会时候十几岁吧？十几岁是吧？十来岁。那会儿干什么呀？那会儿也当兵，当那个警察吗？拉洋车。您啊？嗯。哦，还拉过洋车呢。嗯。乐色祥子是那个吗？哎，对。哎，那会儿那洋车挣钱吗？主家。啊，到西单，一毛钱。啊，这是一趟一毛钱。挣一毛钱，那他多大岁数？那他十几岁。十一二。就拉车去了。那你不拉怎么办？吃什么？得吃饭呀。放个面儿。哦。那还干过那个？干过。这一毛钱那会儿也是钱吗？是轱辘的我东西。啊。所有的轱辘我都摸了。带轱辘的，是轱辘都摸了各种车啊，大小。那你后来是不是开车了也？啊，解放以后就是司机。啊，您后来解放以后开车？就是司机。就是司机啊，在公安局也是司机。司机。哎呦嘿，老爷子那一辈子没离开车呀。哦。美国车最开的就是福特。是什么？福特。福特。哦，福特。嗯。嘿。行，那是收回来的，各外国大使馆收回来的。解放以后是吧？啊，福特，福特救护车，这批车我他妈动过那车，真他妈棒、哦。那车棒啊！一加油就一百。哎呦，那家伙也一点都不晕，倍儿棒哈、啊！提速快。啊，拉过洋车。三轮。骑过那三轮吧，也别聊了，接手去吧，接完手赶紧回去吧。温度越来越高，老爷子岁数大了。我看老爷子今天状态还行。老爷子凉快行。您慢着啊，我先上厕所。先上厕所。回来就回去吧。嗯。啊。太热了哈。这什么？啊。一聊天就哭喊热。你看您这小车开得挺好。你看这老爷子九十八岁了，头脑清晰，身体倍儿棒，还能开个小车。由于着急要走，没来得及问退休金。我估计啊，这退休金应该不少。我发现北京胡同里啊，长寿的人特别多，这可能跟他们啊生活的环境呢有关系。没事呢，随时就可以出来溜达溜达，这就叫接地气。我觉得要想长寿，还是要搬回平房来住。对此呢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